各位来宾，大家午安。拄则我听到杨翠小姐讲，伊对《梅花阿婆》这条歌，伊感觉讲写叶桃写了真正确，互我真安慰。因为当初我咧写这条歌的时阵，阮的好朋友大家拢反对，讲我甲写了伤过轻松啊。所以尤其当初我写这条歌，我知影讲杨贵甲叶桃梅花有另外一段较心酸的过去。但是因为我的故乡也是在台中，所以大肚山顶的红土对我也有很深的感情，尤其阮外嬷是住伫遐，所以我细汉常常走去遐种番薯、烤土豆、头万花。不过吼，迄当阵毋知影叶桃因兜吼种遐尼济花，所以无偷到因兜去。所以我用真济我伫台中的腔口啊，甲佚佗风骚。遐个话语来形容讲一个农民伊住伫大肚山顶个快乐，因为我感觉讲，虽然种花伫杨贵甲叶桃来讲，因有另外一种意义个理想个实现，但是因个老干对因来讲，一定也是真快乐个。所以这条歌另外我个合作对象是咱卖桂花啦吼，卖桂花西瓜一蕊花，我那真轰动个萧福德先生。我真欣赏伊个观音吼，唱了真水，所以这条歌吼，由伊唱起来吼，等一下咱甲欣赏起来吼，迄个诠释应当会真圆满。来，多谢各位，咱甲欣赏这首歌。